地面运输已经满足不了我了，我决定上天。前两天的地面运输想必你们已经见识过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可能真就迈向了千万富翁。于是我开始上网查询欧卡二如何才能上天。找到了，我们只需要点击文档，再点欧卡二文件夹，最后再点这个文档，往下滑找到 DEV1 的，然后把0改成1，最后再滑到底，把这个 CON 后面的0也改成1，最后保存即可。进入游戏后，我们只需要按下大键盘的0，然后小键盘的856控制前进左右，9和3控制上升和下降。飞到目的地后，只需要按下 Ctrl 加 F9 就可以原地降落。Nice。老规矩，接个价格最高的，连接货物，准备起飞。对了，鼠标可以控制它的视角转动，然后滚轮可以控制它的速度，我们只需要看着导航飞就行了。对了，现在手机也可以玩这类游戏了，点击左下角的小熊云电脑，不吃手机被子还可以购买正版游戏。到达目的地后按下 Ctrl 加 F9，这好像太高了，看一下能不能开了。哇，还没开，拉到目的地看一下，还能结算多少钱？可容忍，28000哎，第一次赚到钱了，而且我仅用1分钟就赚了28000。